但係你諗翻，即係譬如你接觸唔同嘅經理人嘅時候，即係離開咗舊唱片公司，會唔會有陣時個諗法係我會唔會信錯某啲經理人咧？林子美，咁都曾經有嘅，都好短時間咯。咁可能即係合作得，即係原來都唔係咁樣嘅，或者個誠信方面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好短時間，咁當係一個人生嘅經驗咧，因為。其实讲真的 你每一日你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即是 你有些人是有没有令你泄气、在这个圈面对即一些欺骗你的人的时候好在这件事呢 我都可以即可能我信仰咯即我觉得、譬如你当时那个心情呢就会唉即觉得唉即有没有搞错即这样都可以或者唉即即系唔明白点解佢哋会咁咯，咁但系可能我信仰就会令到我系啦，我真系可以做到，我真系觉得啊，当时我就系唔开心一段时间啦，咁但系好快咧我就唔记得咗，即系我已经我系唔记得咗，即系点样好详细，即系我系即系好模糊咗啊，咁我觉得几开心咯。我有个江湖传闻啦，我想求证一下嘅，文说当其时。你曾經有個經理人是今日叫李思燕，係咪啊？林志美，好啦，唔使答，好，係啦，係啦。其實我自己去睇就係、是，即係我希望譬如曾經同我合作過，或者可能令我唔愉快嘅，或者點都好。其實我心態我真係好真心係可能。人的階段有很多不同的階段的、可能某些階段可能、或者人的想法不同、他們也有他們自己 的想法不同或者、有很多的原因 我不想 look back 咯即 我只是很希望可能去到現在的階段可能每個人 他們都有成長他們都會有、他們即可能進步的空間是啊即是我們打開電視會見到他的演講這樣其實都很難頂所以都是祝福他們咯 我真的 我是真的很真心很衷心 去祝福他們咯、即我不會擺希望我不會擺在心裡面一圈圈星光背後有我林志美想聽足本訪問即刻上881903.com 接下來找吧